李珍妮玩两副杀，吴春台巨刃女，薛明志在被咬，就是薛明志的啊，就薛明志的，对啊。李珍妮八岁女儿的生父到底是谁？每天一变。原本去年6月，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就已经公开认女，但日前却提出巨刃诉讼。李珍妮前天也称女儿是开发金执行副总吴春台的，但吴春台昨天发出正式声明，强调绝非事实。忽然多了一个女儿的吴春台严正否认说，她多年来都认知薛明志才是小孩父亲，怎么忽然之间她又成了李珍妮女儿的父亲？李珍妮女儿的生父每天换人做，从原本传出的多人抢着认变成薛明志，吴春台都不认，每天一变的生父之谜昨天又变回薛明志。昨晚李珍妮接受电视采访，不满吴春台的声明，是吴春台自己打电话去给薛明志先生啊，然后去说他才是生父啊，这两年多前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他既然杀出来了，然后他又不负责，其实像这样子的人怎么可以还在社会上立足呢？对，大家应该要唾弃他。名嘴爆料，小孩血型不是李珍妮讲的 B 型，而是 A 型。也是 B 型啊？你的小孩是 B 型吗？吴春台是什么型？你的小孩是 A 型，你是 O 型，薛明志是 B 型，会生得出 A 型的小孩吗？然后我现在再告诉各位观众，吴春台就是 A 型。而到底女儿验过 DNA 亲子鉴定没？李珍妮却推说是薛明志和吴春台不肯做。啊，有啊，我也有告诉他们两个说，好啊，那就去做，就知道谁在说谎啦。可是这两个人都不敢去做啊。李珍妮不讲清楚，还对镜头喊冤，认为有人故意陷害她。明明我就是一个很棒的人，为什么就要把我讲成是什么烂女人啊，不然是小三啊？其实我根本也不是，就是我觉得背后一直有人想要，就是一个幕后的黑手啊，就是一直希望我就是把我的名声搞烂，然后搞烂，然后就是让我离开台湾。昨晚吴春台、薛明志都不愿再针对李珍妮的说法进一步回应。邓新闻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报道。